接下来马上进入到今晚的第三关勇气关的考验，一飞冲天。 一飞冲天规则，每队各自派人参与答题，答题队员后面坐一名本队队员接受惩罚，前排队员需在指定时间内说出图片里的人物或者事物名称，答错者的队友将接受一飞冲天的惩罚，累计受罚次数最多的队伍失败。别别别！哎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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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
的吗？我信任你，沈腾老师。你要答错了，下次我给你写个武侠片儿，你天天飞。徐璐，潘老师，我看你戏长大的，你能好好对对我呗？关键他这除了提议，离我都很远呢。可以抢答吗？啊，你们不能帮忙啊！哦，不能帮忙、啊。花花，蔡老师，随便的玩，只要你开心就好了。哎，哇，你看这多好啊！你看看我们花花。小童，林姐，我爱你，我信你啊，林姐，林姐，我会像对待我自己一样对待你。百合，随意，所有跟我合作过的舞指组都知道我最爱吊威亚。哦，那好，那我就随意了，我也发挥出我真实的水平了啊。这是谁？哦，那个谁，功夫熊猫他那个老师叫什么？哎呀，你没搞错是吧？五、四、三，名字是吗？二，是翻那个哪个那个动画片里的？回答错误。废。哎呦！哎呦，我的妈呀！哇，还上去了。啊！我以为我不恐高，其实我没有。谢谢韩导啊，这平时啊只见你拍戏吊别人，今天自己感受一下啊。我一听你说功夫熊猫，我就绝望了。哎，是什么来着？这个这个角色叫闪电啊，闪电，说话特别，说话慢悠悠那个，对，叫闪电。好，接下来到潘老师了。潘老师，请看图片。苗阜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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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五四，总不能是蔡明吧？三二一，蔡明，回答正确，正确。真的是啊，好可爱啊。怎么看出来的？我记得七八年前他给我看过这张照片，我拍心灵俱乐部。我哪儿长得像苗阜？这个不是有点这样吗？这个有点这样。这一百天的能像说上谁都行吧？这属于蒙对。对。哎呀，这徐璐开心的呀。逃过一劫，谢谢潘老师。接下来，明姐，请准备好。这谁？这谁？三、二、一，小样吧？是小样吗？回答错误。啊！上去了，哦，那这谁呀 ？Lucky， 红啊，这个。这谁？这不是肖央吗 ？Lucky，IG 的 Lucky。打游戏的拿冠军了。我又不打游戏，我只玩连连看。哦，哎，咱不聊了，先把花花放下，不然咱们他还在上面。把我们孩子放下来，来来。哎，那真的长得好像啊。像啊。对，就是他得冠军，我上热搜。接下来到贾玲了啊，来，请看图。
王源。三。王源。王源。一。王源。正确答案是哪个？王源。回答正确。我爱你，你只要跟你比心。哎呀，这合作了一整季是不一样哈。哎呀，这能看出来是王源。我觉得这里白百合是最淡定的，他是特别期待着答错。我争取这次不让你飞。最后一题，肖央，请看图。What？ 这谁呀？三。这谁呀？二。一。这是腾哥吗？啊。答案是贾玲。我。回答错误。飞。所有跟我合作过的舞池组都知道我最爱吊威亚。吊威亚，吊威亚。哇呀呀呀！哎，哇呀呀呀！把白百合给帅的，太好玩了，好厉害啊！你有日子没吊威亚了，特别爽。白百合平时拍文戏都让人家吊威亚。不掉不记词儿啊！哇，第一次吊威亚吊的就比这个高，人生中第一次拍第一个吊威亚的镜头。第一次吊威亚哭没哭？没哭，但是也吓着了。傻子，早上起来六点钟的时候，大概吊在那个得有七八层、九十层楼。啊！这是谁啊？啊，沈腾！啊！这像沈腾啊，像沈腾，确实，特别是这个，像吧？确实有点像，真有点像，啊？哪像我？不是，你看那，不是哪看出来是我？这个屏幕拉宽了，还有胡子呢，这个，哪有胡子？这都拉宽了，反正就是男女都看不太出来。这是谁啊？廖昌永老师，不是为什么廖昌永要穿成这样啊？他是这样，就他有一个国际游泳比赛，然后咱一开始看廖昌永老师在台上就穿着西装在那唱挺好，忽然之间衣服一脱，然后就变成这样了，然后就扑通到那个水池里游了20米，然后爬上来继续唱。我们一起勇夺。一轮答题过后，接下来我会随机点名答题，潘老师，请看图3秒。三，二，我知道，那个谁，那个李易峰，回答错误，飞，飞，我对不起你啊，太高了，这个，这挺高，妈呀，我都不敢动了。吴亦凡，那不是张艺兴，张艺兴还有呢，接近了，他就知道这几个，剩下他不知道了。你先让孩子下来吧，这孩子，跟您的搭档一个姓，蔡文姬呀，你一起告诉潘老师这是谁？啊。这都不知道吗？这是我们 vivo X23 幻彩版代言人蔡徐坤啊！夏姐，明姐，请看图。好。老航，三、二、一，答案是工藤。哇哦！宫崎骏。不是宫崎骏。新一，对，那谁长大了以后的样子，工藤新一，耶，回答正确。他小时候叫小时候柯南。柯南长大了以后的样子，真相永远只有一个。你居然知道工藤新一？是的，我爱看动画片。哇，太厉害了！下一题，贾玲，请看图。哇。火龙果、八月仗、毛毛果、龙龙果是什么东西？绿绿果、毛毛果、尖果、火龙果，这什么东西？
回答错误。小彤，对不起，小彤，对不起。喂。小彤，对不起你，我过来接住你，快让小彤下来。哎，扶着点，扶着点。小彤飞起来就看见飞起来两条腿。姐姐，对不住你。不是，我以为没那么高。这个东西呢，叫刺脚瓜，也叫火星果。火星果。火星果啊，火星果，对。好，下一节，鹏哥，请看图。三二一，答案是，我再给你三秒，三二一，答案是，没，你给他三年都没用。请回答。欧阳娜娜。回答错误。飞飞，我已经很熟练了，沈腾老师。韩导，我们能不能用全新升级的 vivo X 二十三手机记录一下这个瞬间啊？行，来，全新换彩，超大广角，发现更多美。哎，这谁？张柏芝小时候。杨超越，杨超越。干啥的？唱歌的呀，某个组合什么火箭少女里边的是吧？好，这轮比赛呢已经结束了，我宣布一下，本轮获胜的是百合队，获得两个红包，腾哥队一个红包。